那家反正服务挺好，就我们公司就买那个小黄车嘛，然后小黄车的主要房产也很好，说没得回啊，没有去过，然后那个从提供的那啥，巴黎的优势就是什么巴黎，巴黎这边就是这么，就是我本来就是一年下来就上一年，我现在一直就是Yeah.